我们最气的就是徐根宝这个孙子把我们的奖金说是全捐给了灾区，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个孙子给我们任何的一个回执。你捐给谁了？你捐给灾区了？你这一句话灾区，我的灾区哪儿啊？谁呀、啊？对吧？你哪怕红十字会你也得给我个章吧，给我个回执吧？没有了。我们1990年吧，九年忘了啊，是在上海打一个国际邀请赛，我们当时得了第二名，那么有全队有奖金，应该当时是好像$5000啊，当时都大钱，你想想，那一人最起码能分个$200-300，对吧？90年的时候那都是大钱，我们打过五场比赛，打一亚军，对吧？隔一天一场，那对我们来讲那都是钱啊，你发呀！这个孙子后来开会说，哎，我跟大家说一声啊，这个我代表你们捐给灾区了，当时不知道怎么发大水啊，怎么啊？我靠，我就想来说，这你们怎么行？我的，你代表的你给我们自己，不是郝雪峰捐给谁行不行？你们捐了，你拿啥名义啊？国奥名义啥谁呀、啊？对吧？你徐根宝就都代表把钱都拿走了就捐了，谁知道你捐不捐？对吧？你给我们个回执也没报道，谁也不知道，是吧？你这一句话捐了，你的密了，对吧？你送领导了，给就是中共所有的恶就都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到今天。